电器是研发出了一款据称可以杀灭新冠肺炎病毒的新型空气净化器。昨天，也就是21号，第一批60台新型空气净化器亮相武汉，并且首先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等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投入使用。据了解，这款新型空气净化器主要集成了杀菌和强过滤功能，净化器内部始终维持在56度以上的高温滤网，能够有效去除封闭金银潭医院和泰康同济武汉医院之后，将马上投入使用。我们已经做好了利用计划，回去以后第一时间就发放到各个科室，估计在今天已经可以全部到位。